义工同学们，早上好！今天我们义工大学继续开示《浮仙遭雷击天界难题》，谁来做坏人？这个坏人是打了引号的。在我们这个修真界，道教里面有一个词语叫做“渡劫”，由于任何的众生。按照天道循环的话，叫做顺则为人，逆则为仙。所以说，天道是顺序而来的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但是修真呢，不管是人类也好，或者是众生也好，它是总的来说是一个逆行的过程，从万物回到三，从三回到二，从二回到一，一进入得道，所以说里面有一个规则，就叫做渡劫。在《聊斋》里面，这方面的渡劫的故事是非常的多，很多狐仙暴打书生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一段报恩的故事。比如说，有个狐狸。这看到天劫来了之后，天上打雷、闪电，他就躲在一个书生的那个袍子下面。过去都是一个长衫嘛，他躲在下面。天上的雷声一看，觉得他的命不该绝，就放过他。然后呢，最有名的是白娘子传奇，白蛇。白蛇其实也是在人间来渡劫的。由于他跟许仙有很牵连的那种情缘，要了结这一生，所以说他必须到人间去。然后他的经历非常的坎坷，当然故事里面最明显的是他的对头是法海。其实法海在这个地方就代表了在替天行道，因为你看法海的结果是挺好的，最后他还修得正果了。而这个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很久很久的时间，直到这个她的这个劫数过去之后，她最后还是飞升。而白娘子之所以能飞升，和她广行善的，她是来行医的，她种下了这种很大的法布施的善行，然后再加上她的师父是一个道教的一个大神，叫做骊山老母的，所以说他的根基非同一般，但是还有无数的，可以说是大多数的修行的这些动物、狐狸们，可能会在这个渡劫的每过500年渡劫的时候，就魂飞魄散，也就是说必须轮回转世重新来过。这个过程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，很艰难的过程。人类呢？人类也是一样的，人类当然比动物要高级，也就是说要时间被缩短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想要行大乘道法的奥妙就在于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渡劫。他这个渡劫是在生死关头里边，雷声之间来打他。而行大乘道法，人类也其实也有渡劫，包括冤亲债主啊，或者是一些疾病呐、运势啊、灾难呐、破财呀、等等，也是有的。其实这整个过程，它牵涉到从表面上是天上有雷来打击，天雷来打击这些伏妖啊，或者是白蛇呀。从深层来说是一个管理学，天界也是在管理这个三界的，所以说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没有不慈悲的神仙，神仙都是很慈悲的，那谁来做这个恶人，谁来做这个坏人呢？这是个难题。如果每个人都是慈悲的，每个神仙都是善心满满的，但是呢，又要维护这个天界的这个规则，怎么办呢？
所以说天界特别设定了六部，六部有很多的神将神帅，就是天兵天将，他们的作用其实就是来惩恶扬善。过去看个电视剧，讲一个康熙，他对他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臣提拔，然后那个大臣又犯了一些错误，然后他又把他打下去，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流放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招回去，感觉很奇怪。在那个影视剧里面，他就有一句话叫做“雨露雷霆皆是君恩”，就是这个天道啊循环。不管他的那个慈悲是帮助这个天下的善人和修行人给予护法，或者是每过一个阶段来降下雷电，让这些修行的这些动物们渡劫，其实都是天的恩德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只有闯过重重难关，最后才能得到。这是不管是人间、动物界或者是天界，都是一个自然法则。所以说，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讲的这个道法自然，它不仅是说天上降下来的都是好事，比如说空气水，它有时候也有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有一些地震。有时候还有一些天火，等等，这是为了纯洁这个天地之间的一些事物。就像太极图，有阴必有阳，就像一个人有善也有恶。往往一般不经修炼的人，他有时候也很善，为什么？他高兴，心情很好，很愉快，这个时候特别善，看什么事情都是心情愉悦的，他就愿意去把一些好事情跟大家分享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他心情很恶劣，遇到了坏事情、不好的，他就表现出一种恶，可能他就发怒，莫名其妙的伤害他的家人，或者是长官伤害他的部下，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这就是太极图的两面。那么天上的雷声呢，是要用天地的法则，让善的力量更加的得到保护，让恶的这种力量呢，把它压制住。所以说，不忠不孝的人呢，往往会受到一些惩罚。当然，这种惩罚的方法很奇特，有的是有形的，有的是无形的。而对那种慈悲、善良的人呢，往往会得到嘉奖。这些嘉奖也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发生，甚至不在他身上发生，而在他的这个家族的子孙后代那里去发生。就像那个孔子，他的后代好多代后代都得到了运势上的天助，一些道士修炼到很高的境界，就是做了好多好多的善事，他的那个家族可能鸡犬升天，连他养的猫猫狗狗一起升天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把这个坏人打上引号，是要告诉我们，其实作为我们义工队，其实也是有人要心甘情愿去做这个坏人，是为了纯洁这个队伍。在我们这个义工队里面，就我们设了一个部门，叫做纪律的小组。这个纪律小组就相当于这个天界的这个雷神部，就是发现一些不好的、不利于我们道系的、不利于我们的修行的这些人事物，那纪律部就会出面，充当这个恶人，充当这个坏人，来做以清理或者是规劝。这其实也是慈悲的另外一面，所以说这些道理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
只有松紧合适，奖罚合理，这样一支队伍才会慢慢的成长，而在这个队伍里面的所有的人才会更顺畅的走下去，修真有分，达到一个很高的我们理想的状态。那么我们听了今天的这个天界的难题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我们在义工队里面就要做一些合理的安排，合理的一些管理。至于说具体怎么做呢？这是我们的义工队的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神仙们，还有包括领导者们，要去很深入的去思考。当然纪律部也有很重要的，就是他要吃透我们道系的精神，吃透精神很重要。他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道系里面，我们义工队里面和群里面，到底什么人是要清理的，什么人是要留下的，什么人是要培养的，什么人是可以就是观察的，就是把这些人要分门别类，这是要吃透精神，这是今天我们开始的最重要的一个道理。另外一个道理就是渡劫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义工里面也有人有渡劫的这种经历。这个时候应该借助于天尊的力量给予保护，比如说很多人受到了外面的邪气的干扰，这个时候可以申请我们的金光法护法神的加持来进行保护。当然自己可以修炼，我们本来就有金光法的修炼方法，把它配合起来，你内在金光附体强大了，那外在的那种邪的力量就进不来了。为了减少这个外界的干扰和这种劫数的，尽量把它降到最低，那肯定在整个遇到的状态的时候需要预防，需要提前借助神的力量、天尊的力量来给予度化，让外在对我们进行破坏的这些业障、冤亲债主度化到东方长乐仙界去了之后，反而广结善缘，这是最好的法则，也是我们要表达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坏人实际上是好人，坏人也是大善人，因为这个坏人他真正的意义在于规范天地的次序、天地的顺序，这样我们真正的修真者会走得更加的圆满和顺畅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太乙救苦天尊，大慈悲。